际舞蹈节，台中国际舞蹈嘉年华，当然也不能缺席。再次掌声欢迎青年高中表演艺术科。
青年高中表演艺术科的同学，非常精彩的演出，结合了创意，结合了活力，非常的感谢。那我要提醒我们周遭的伙伴，老板，我们这个通道可能要稍微帮我们空出一定的通道，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引领您到定位，因为每一支团队他们都会环绕。